一件事情没有到最后的关头是绝对不能言败的。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不顺利的一件事却是有一个很让人满意的结果。有的人能力就是很强，哪怕到了最后的关头，他们依然成竹在胸，不肯放弃希望，最终得到了转败为胜的机会。下面我们要盘点的就是这些能力很强的星座，他们总是可以在关键的时刻转败为胜，让人非常钦佩。你知道都有哪些星座吗？天秤座，天秤座的能力自然是毋庸置疑的，他们常常是一个团队的领导者。平时的天秤座不显山不露水，但是一旦到了关键的时刻，他们的能力就会彰显出来。越是危急的关头，天秤座就越是会给人惊喜，他们总是可以让整体的局势转败为胜。金牛座，金牛座的人也是能力很强的一个代表，他们是最能承受住压力的。一件事情哪怕再艰难，有了金牛座就会让人无比的安心。他们总是可以在最后的关头转败为胜，让人非常佩服金牛座的实力，也非常相信他们的能力。天蝎座，天蝎座的人也是平时很低调的，但是谁也不能小瞧天蝎座的实力。在关键时刻，天蝎座总是力挽狂澜的那一个，他们会挺住压力，交给所有人一个满意的答卷。天蝎座的优秀让人钦佩，有了他们就可以绝对安心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